真的要退休了啊！谢谢副总这二十几年来的照顾哈，啊，也让我学到很多。来玉山我才知道，原来银行是可以这样子经营哈，然后跟顾客都成为很好的朋友，然
后对我们的主管同仁啊，大家也像兄弟姐妹一样，啊、让我的生活、啊、觉得很充实哈、啊。啊，也觉得自己的工作对社会跟台湾、啊、都很有贡献哈、啊。我想非常谢谢副总，啊、也祝副总退休以后啊，能够天天含饴弄孙。然后可以跟这些顾客啦、好朋友哈、哦、啊，大家一起啊去郊游啦，去出国旅行啦，喝喝咖啡，吃吃美食哈、哦，享受美好的人生。好，啊也祝副总一家，全家大家平安哈、哦，健康喜乐，谢谢。副总要退休了，恭喜你，但是真的也很不舍。啊，千言万语，我想最后就是用一句谢谢来谢谢副总，这些年来带领着我们。在台中打下那么好的一个基础，那您退休之后，希望你永远健健康康，那你的家庭幸福美满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含饴弄孙，然后常常出国去玩，那希望你有一个快乐的退休生活。好，恭喜副总，谢谢副总。总好，我们中环成立接近6年，当时只有6个人，现在来到27位。那我们今年的中心毛利接近4亿，大概是环境排名第一。那很感谢在副总的带领之下，始终相信我们。那很像父母对孩子般的充分信任，那成为我们很强大的心理后盾。那最后希望副总在退休的日子里面，可以让自己完全放松，不再劳心来力，享受含饴弄孙的退休生活。恭喜副总退休快乐！今天我们想祝福文正副总退休后能放慢生活步调，享受简单的快乐。恭祝副总退休规划大功告成，耶、yeah! 感谢副总10多年来的照顾。那副总是一位愿意给部署充分空间的长官，那让我们在这些空间里面能够努力来求发展。那在跟副总相处的过程当中，那通常我们如果在梦里遇到长官，通常会被惊醒睡不着觉，但是我在过程当中有梦过副总，但是还能够很安稳的睡觉。我想说在这个过程很谢谢副总，那也祝福副总在未来退休的日子能够健康快乐，谢谢你。副总好，除了感谢还是感谢，除了祝福还是祝福，最感谢副总带领我们北台中连续3年拿下区域联盟的一个冠军，卫一山雪下了全山的历史。树林有幸能够在副总的麾下的带领之下，能够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足迹。最后要诚挚的感谢副总，祝福副总身体健康。把握当下，享受人生。离别是失恋的开始。希望副总在退休之后有时间多回来看看我们，因为你是我们永远的正副总。副总好，感谢副总这将近20年来对江景的照顾与提携，能够在副总的麾下，学习成长是江景这金融职场最荣耀也最开心也最幸福的时光。那现在副总要退休了，除了心中有不舍之外，也要特别祝福未来副总退休生活能够非常的愉快，然后足迹可以踏遍全世界。最后还是希望副总有空可以常常回来看看我们这些子弟兵。那也祝副总跟副总夫人退休生活愉快、充实、美满、身体健康，爱你哦！亲爱的副总，非常恭喜你就要退休了。您长时间的带领，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就是您在接近三十年前这样子，就是带领着我们从开疆辟土到每一个单位，那让我们这些小弟弟、小妹妹们都能够有今天的成长，那您真的辛苦了。那也恭喜副总就要退休了，这是人生中非常高兴的事情。我想我们非常感动，感谢副总长期的培育跟带领。那我们也会继续传承您的精神，就像您当初在大雅分行带领我们拿到
荣耀的登峰。那恭喜副总退休，那也祝福你，就是身体健康，跟家人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退休生活，平安喜乐。